兄弟姐妹们，知道我们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来，持续关注我，我带你看看我们今天做的不一样的美食。嘿，这个老妖，好，都放在这里。有，有。我说人生如梦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做麦芽糖的最关键的材料，麦子按照1:3的比例把它冲好。我们把冲好的麦子淘洗干净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咱们把淘洗好的麦子洗干净，泡个3到4个小时，由于天气比较热，泡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清洗的麦子泡个3-4个小时，我们把泡了4个小时的麦子倒入这个锅具里面。我们用帕子吃过水的帕子把它盖起来，我们把清完水的帕子给它盖起来，等待它的发芽。